大家好，我小芳哈，我们家弟弟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，然后我们家二楼装模今天是第五天了，帮你们看一下，今天可能又完工了。上面这些太阳好大呀，下面这些木头密密麻麻的。走，上二楼去，上三楼去了啊。对呀、啊，这里，这个楼梯。走啊，上去了。小心点啊，这也是香。到上面就好凉快，太阳大，风比较大。这个线条比较难装，昨天师傅装了一天。